路栏里走过来的菩萨们。地主呢，啊，无认老，我要生生世世跟着上。好，爱对好调。地主叫做田天杰，上林的法路叫做司机。哦，我每一日拢徛乌多嘴，来高雄净思堂，来教这和尚结良缘、结善缘、结好缘。啊，我住家的油厂，哦。哎呀，加一点钟哦，骑三轮的电动车，我前面骑苗华莲华无量义，啊，左边是骑金丝华脉七星道，右边是骑慈济宗门人间路，啊，我逐日拢咧攀法轮，嘛攀啊满面春风，然后我行路各方咧，哦，啊，愈坐愈坐哦，身体愈健康，所以咱会当坐吼，就是福气，啊，袂坐就晦气，上天定安尼讲，讲咱趁即卖有健康的身体。赶紧进来造福，啊，进来敬福，啊，进来吼，多做多得，减做多信，啊，多用心。这路走来，也是从开始，高雄地区什么资源都没有，从零开始啊。那很感恩大家在上年的感召之下，我们到现在为止，我相信各位师兄姐还是秉持着佛陀无缘大慈、通体大悲的理念。还有观世音菩萨的闻声救苦，加上上人他给我们的菩萨三心、赤子之心、骆驼的耐力、狮子勇猛的精神，我们曾经创造一片亮丽辉煌的历史啊！我非常怀念的就是我的出发心，我相信我没有退啊。不过这个疫情的关系，把大家的距离都拉远了。不过我们那一片心永远都在哈。经书背啦哈，那都是很资深啦，真资深，拢是师父开始呢，要开始做主者，迄个时啦，大家人呢发心立愿，对师父行，一直呢一路啦，已经几十年啦。敬师辈，迄、那个时呢，师父就是一直五万讲吼，这个精神理念呐、啊，就是法缘的起头的第一念，哎，好好的静静思维佛法啦、啊，讲打坐坐禅，其实呢，打坐落来啦。叫做立禅定，那就是叫做静思维。禅呐、啊，解释起来叫做静思维。咱爱入去迄个真清净心灵的世界，好好的思考生命的价值观呐、啊。所以呢，咱得来人生。在人生的一个阶段，就是要学菩萨道。您净思辈啦，的菩萨吼，您去当尊师傅要做，您伫咧用心，看到人就要甲人邀入来，您真正是去菩萨求生，要去甲人邀入来，所以这。这群呐、啊，后来这群年轻的，那因都是听恁的话，恁呢，甲人靠我来，招我来，咱才有今仔日，咱伫净思堂呐。好师傅呐，到位都看遮侪人，贴遮侪人，人人都分享伊的心，伊的心得，有的家庭啦、啊，夫妻啦、啊。亲子啦，迄、那个家庭呢，有真多真多的问题。咱诸济菩萨走入伊个家庭，去拔除了因家庭无明，常常伫咧起无明风，咱呢去解除了迄个无明风，可以有一种呢好风啦，伫厝内底呢。和气融融，这都是菩萨走入人的家庭，那亲像观世音菩萨
千处祈求千处现啦，家家观音啦，啊，护护弥陀啦，恁会当去接引伊，有心，每一户啦，的人都有佛的个性，给因启发起来，人人拢观世音，咱给引导出来，甲咱同齐行菩萨道。所以讲吼，佛法，佛法教化众生，众生呢，人人成菩萨，走入灵群，脱离苦难的众生，咱生命的价值，咱拢有哦，大家人拢有做到哦。所以师父爱大家人盘点，家己吼，搁回忆回忆一下。咱就想到讲，我当初我安怎见到师父？啊，迄个时我安怎欢喜？啊，我安怎发愿？啊，我找偌济人，看到讲吼，朱志秋、林永祥居士，伊一粒种子可以安尼摊几丛的树啊！啊，林居士呢？源头阁是黄明静吼，所以呢，将迄粒种子安怎出来，安怎开枝吼，安怎结果，真呢，真正是吼代代相传呐。咱的生命呢，就是安尼无形中啦，老去啦，老化啦，希望家里。走出这路，牵你的手，走出这路。看宽宽，宽宽，以咱的病院开始，阿公阿婆拢常常伫咱华联，伫咧做志工，两个真够带人，啊伊呢？迄、那个单点呐、啊，真有力。两个阿公婆看咧，拢伫病院吼，啊，唱歌啦，娱乐，互遐病人启迪病苦烦恼。即嘛，师父这一回来啦，看啦，心呢，除了讲吼，真欢喜以外，也有一种呢。真莫名其妙的感伤，已经有几个弟子，永远似乎看不到啊啦！等待了姻缘，五百年前苏道道，五百年后道道苏，无听到三十年后换因道我，所以讲吼。书读读读读书啦，啊，要安怎会当读会到？就是爱因缘，因要离开的时，拢无去和未去的师父。所以呢，相信这粒种子与同时呢，在意识当中啦，以最亲最爱的人，伊拢有大气。那个大气的意识啦，带过去的意识，这个因缘啦，还是呢，咱将来会当搁接到。你看佛经的内底，佛陀咧度众生，是生生世世无下离，不管什么时阵，较晚去啦，或者是较大生来啦，这拢是定定这个惯俗啦。化清惯俗吼，咱拢会消淡，咱拢会消多。不管是我生气，因生气，总是呢彼此之间，咱拢是法轮，法轮。总讲一句呢，把咱的意识顾好以后，咱要往倒位行，咱爱顾好好，但是。咱共同一项，心心念念在菩萨道，菩萨道，
菩萨呢，就是啊，无下利众生，所以讲师父感恩您呐、啊，看到吼、哦、老菩萨，师父真欢喜。啊，恁呢，佮会当个较少年的佮佮多出来，代代啦，佮多出来，我也真安心。啊，咱的因缘呢，这个众生缘呐、啊，你多的你的缘。因为感恩您，所以来生来世，因看到你就欢喜，感恩您吼，给因带入善门来啦，会当学佛，因也早日菩萨道。安尼您了解无？了解。好，啊，了解大家人身体爱顾好健康，心理爱顾好正向，咱爱心心念念在菩萨。多中哈。